说故事时间又到了，又到了。好，我们要来考考你们唱歌跟记忆。这一本故事书叫做《洗澡》。很大声。很大声 ，I'm sorry。好，这个故事书是陈小婷写的，王超画的图。黑黑的，黑黑的，要一瓢水，稀里哗啦，要一瓢水，稀里哗啦，就变得很干净。原来是一个小鸟在洗澡。哦，真的很不错，小鸟在洗澡。嘿嘿的，青蛙，要一瓢水，稀里哗啦，要一瓢水，稀里哗啦。搓搓搓，刷刷刷，洗洗洗，变得干净。原来是一个小蛙在洗澡。呱呱呱呱，呱呱！哇，好棒哦！再一次哦。嘿嘿的，嘿嘿的，啊哈哈！因为我要一瓢水，稀里哗啦，要一瓢水。搓，刷刷刷，洗洗洗，变得干净。原来是一个小鸡在洗澡。哦，嘿嘿的，嘿嘿的，好脏啊！要一瓢水，洗洗刷刷，要一瓢水。黑的，黑的，好脏啊！要一瓢水，稀里哗啦。要一瓢水，稀里哗啦。搓搓搓，刷刷刷，变得干净，变得干净。哦，还是脏脏的，再来一次。嘿嘿的，嘿嘿的，稀里哗啦，要一瓢水，稀里哗啦，搓搓搓，刷刷刷，洗洗洗，变得没有干净。原来是一只黑黑的小猪啊！啊，小猪黑黑的洗不干净。啊哈，小猪说：哈哈哈！我本来就是黑色的小猪啊！啊哈啊哈！好，故事说完了，谢谢大家。